如果佢考四九前嗰啲因素嘅話咧，你可以寫十一段嘅，十一大因素嘛，大把嘢可以寫四十一段，你冇理由寫咁多嘢噶。佢最主要俾分咧，就喺每一個時段有一個一啲爆到大嚟寫嘅，剩翻嗰啲寫少少寫少少寫少少，咁啊夠你攞滿分噶啦。所以喺十一段入面咧，有一段係最重要嘅，例如話四九前最重要咧就係原料能源。